旷炎夜寒流来袭，但是却浇不熄全台民众的高亢情绪。算一算，全台湾昨天总共有13场大型的旷炎活动同时举行。为了吸引人潮，主办单位也都有不同的安排，像是在高雄梦时代广场就请来了五月天开场，久违的女子天团 SHE 也独家在台中举行跨年演唱。无论是演唱会卡司，或者是特别的烟火秀，都希望大家不论在哪一个城市，热闹迎新年。奖大赢家五月天魅力无法挡，一开唱就引爆高雄梦时代跨年夜高潮，开场唱40分钟，包括 OAOA 现在就是永远、离开地球表面等代表作，全场气氛嗨到最高点。十对新人上台和金曲歌王陶喆忘情摇滚，在2012倒数声中和满场歌迷一起迎接2013年。而在台中跨年晚会首度移师洲际棒球场，久违的女子天团 SHE 独家跨年秀，粉丝锁定台中只为一睹偶像风采。我又开好了，终于心又装满了。脑筋急转弯，是今年冬天最 hot 的是哪一团啊？ That's right， 没错，就是 SHE。只是站在世界中阳光，期待时光，我有还没走完的锋芒，不用不管呐喊，只要心上。再来看到中部一家知名游乐区，每年都以摩天轮为主轴的烟火而闻名，今年也斥资千万打造600秒的烟火秀，全台时间最长。2013年嘉义市跨年晚会也打破往年，在嘉义市最具代表性地标中央喷水圆环搭起号称全亚洲最大360度圆形大舞台，在偶像歌姬叮当唱出第一天开始，紧接着群星歌舞接力演唱，跟嘉义民众一起热闹迎接2013年的到来。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。